训练啊，我的训练，我准备好噶啦，可能系啊，我未婚妻 Monica 佢未准备好咯。呢个人代表住我一直对婚姻嘅恐惧，交俾我。结婚同煮饭一样噶，出色嘅饭局都系一场骗局。陈希，我哋下个月结婚啦。吓、啊、，It's a big fun man。有冇因为咁心老日久生情？我同阿龙系有警棍嘅。睇下名。拦住 Marco 啊 ！Marco 啊，佢生得咁靓仔，你话有边个见到佢会唔中意佢噶？会唔会接受佢嘅追求，成为你的第二十个男朋友？喂！哎呀，不要讲这个。唔通我话俾你知系淫乱个人咩？到时我自己嘅婚礼，简单啲啦。好靓啊！例如系。一定要有堅明，即我覺得兩個人在埋一起最緊要共識咯。我哋而家休漁期，夢想成真，注定艱辛。魚仔同埋男仔咧都一樣嘅。我睇住你幾兄弟長大噶，三佬咧就最唔生性噶啦。嗱，小心啲講嘢啊！要俾啲時間佢去變大啊嘛。新嘅隊伍叫咩名字？邪釘王輝、酷狐三哥。最重要咧就唔好炒埋一碟，都系见过我哋一次啫嘛，点会记得我系大佬以前女朋友啫 ？Monica， 系啊 ，Monica 呢个名字一听就知点啊！水性杨花咩？水性杨花啫，我成日都俾人揼，点解啊？因为我知情不报咯，家法处置，我就系点着咗个香，一粒落肚度就话系咁转，吓我忍你个好耐。呢條片係可以會上網噶嘛？你俾翻條 link 我，我啲 fans 可能會想睇。